作有没有经验？有，常做完全没有。我之前有学做提拉米苏，不过待会要做，这也是我没有尝试过的。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薄面蛋糕，那重点是不会很繁复。来，绕圈圈转动，对，对，它就马上下来了。来讲啦，就是夏天就是要跟海，然后要连，就是要画上等号。其实大家想到的应该就是，如果是在一起了，就可能会去那种度假，然后很漂亮的 villa， 可能一起 barbecue， 然后一起在沙滩上面晒晒太阳。他最厉害的地方，我觉得就是勇敢。他不管在做什么事情，他都会很坚持下去去做。我觉得他做过最勇敢的事情就是爱了方伟德这个男人，因为这个男人从头到尾其实都不怎么爱他，哪怕到最后他都愿意微笑的放手成全。所以我觉得他最勇敢的事就是爱了这个男人，最勇敢的事也是放了这个男人。我觉得这部戏就是在教导我们如何把那个勇气发挥到最大。然后 TVBS 晚上10点钟请记得收看《十六个夏天》，大家会看吗？一定会。